明天上午八点，中央大学礼堂听重要演讲。去请云子小姐来一下。嗨。明天的事情务必成功，不得有任何闪失。是。这是你的工具。慢。嗯。不要轻易碰它，有毒。剧毒。角度为连长拍照，到那边接受检查。嗯，是吧？今天我来中央大学是想就当前的对日作战形势和同学们谈一谈，自从8月13日淞沪战役开展以来，日军从海上、空中、陆地向上海发起了轮番进攻。同学们，去年我对国民说过，一旦战事一开，就地不分南北，人不分老幼，皆有守土抗战之责。但是不到最后的关头，我们绝不轻言放弃，不到最后的关头，我们绝不轻言牺牲。眼下淞沪会战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，同学们一定要识大体、顾大局，切不可计较一时之得失，切不可计较一日之短长，要以最大的克制、最大的忍耐去组织会战。我们要以空间去争取时间，寻求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同情和支持，这样才不至于亡国灭种，这样才能夺取抗战的最终胜利。放开我！同学们，放开我！大家的心情，把他给拉起来。我蒋友仁非常理解，自淞沪会战以来，每天你没死，前线的将士，你还没死，我怎么可能先死呢？国家兴亡，皮肤有责。竹内银子。你觉得这演讲怎么样？解决战争的问题，切不可以。你们演了一出好戏。很遗憾，大家，你大名鼎鼎的老师土肥原贤二，相信没能看到这精彩的一幕。一定要相信我蒋某人。今天我栽在你们手里，可明天的事情就不好说了。可惜啊，扭转战局之不利，你没有明天。拯救国民于水火。带走。如果中华民族放开我，放开，存亡的最后关头。为了使这个故事有个完美的结局，我蒋某人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们是什么人？冲锋陷阵，中国人。也在所带走。小亮啊，作为皇上，好好的斗。小亮，听说啊，先是公司打折了。去啊，小亮。王科长，恐怕你是再也见不到你的小廖了。老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等你啊。等我？我跟你们复兴社从来不打交道。这不就打上交道了吗？老于，是不是？你这是干什么？啊，带走，走，走。
走！你们快走！你们干什么？别动！你们复兴社想干什么？啊！放开我！快走！行事，马上就该叫军统局了。先生，您的包裹。你找谁呀？您就是黄先生是吧？您的包裹，请您在这儿签个字。在这儿签字？就在您的名字下面。您不想打开看看吗？别动！还是打开看看吧，秋月兄。运动兄，你这是开的什么玩笑？你觉得我这是开玩笑吗？打开。这顶紫色礼帽想必你不陌生吧，现在也算是物归原主了。运动兄，看在老同学的份上，你就饶了我们父子两人吧。我真是瞎了眼，没有看清你这个败类。1937年11月24日，历时三个月的淞沪会战以我军撤退而告终。至此，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全部沦陷，成为一个孤岛。除了租界，上海全丢了，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岛。历时三个月啊，就这么完了？谁说完了？那不还有我们的吗？没完！小鬼子，老子跟你没完！
满飞，来，喝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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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你！你就知道喝酒，躲开！不让我喝酒，又不让我打仗，你让我怎么活呀？你让我怎么活？你让我怎么活？你让我怎么活？你告诉我！那你喝呀，喝死你算了。滚开！那我就喝死得了。郝坚，郝坚，别喝了啊！别喝了，拿来，拿来，看你也没什么出息。门飞，你把酒还给我，把酒还给我。他心里也苦啊。你把酒还给我，把酒还给我，把酒还给我，把酒还给我。把酒还给我！我跟你说，哎呀，他成这样了，快给他送到楼上去。好了，别闹了。你慢点。日军已经开始向南京移动了，松井石根亲自指挥，具体参战部队是古寿夫的第六师团。意料中的事儿。政府已经决定撤向武汉。那南京就这么丢了。守城的是谁？唐生智。让这么一个旧军阀去对付装备精良的日军，什么样的结局已经预见到了。云飞，嗯，何坚怎么样了？哦，还没死，活着呢。哎，云飞，嗯，明天我们要去趟南京，军事法庭要对竹内云子进行审判，我们是证人。好啊，这么长时间没见了，还真。话没说完呢吧？不是，说完了，真说完了。想不是滋味儿，还是亲眼见见的好。毕竟是最后一面，生死离别呢。行了，大家赶快准备吧。准备出发。报告长官。你过来。长官。你看看吧，这是刚收到土肥原将军给我的亲笔信。夏天，我们在南京的失守，致使竹内云子被俘，一直是土肥原将军的一块心病啊。你知道，他们的师生情谊是很深厚的。必须把他从南京老虎桥监狱救出来。是，长官，我们会趁南京政府准备撤离这个有利时机，把竹内云子给救出来。这件事交给你了，你亲自去办。是，您放心，长官，我马上就去。我听说一些要害部门都已经向武汉转移了，说是防患于未然。那南京的老百姓怎么办呢？事到如今，
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我好像看见了一个首领。谁啊？究竟没探索。什么？你没探索？我感觉是的。这个时候他潜入南京想干什么？会不会与审判竹内云子有关？难道他这么个女人竟敢劫狱？老于，这事得引起重视了。本来我们是打算明天将犯人提走的，看来我们得提前行动了。快上车走。吃饭了，吃饭了啊！你要是再不吃点儿，恐怕就没得吃了。哎啊！哎，刘强啊，自行车借我用一下。嘿，老赵，又回家呀？我老婆病了，我要到药铺去抓点药。哟。没什么大事吧？少一只不退，老说胡话。哎，那快去，快去啊！谢了啊！哎，快去！哎呦！对不起啊！怎么走路的？对不起，你小子没有长眼睛啊！啊！别出声，要不打死你！你是赵玉德吗？是。进去。你们什么人啊？日本宪兵队的。你们想干什么？你别害怕，只要你老老实实的与我们合作，就不难为你。嗯。那你们是想？监狱的犯人什么时候转移？后天晚上。十号的犯人呢？你说那个日本女人，她不转移。为什么？说是要上军事法庭。这么说，执行枪决犯要是再来吃一步，神都亡了。把这个交给十号房间的人。这个实在是我。少废话，如果你不按照我说的去办，或者走漏了风声，等你再回家看到的就不是两个活人，而是两具尸体。你信不信我打了他？不不不，你们让我干什么我就干。大日本皇军已经占领了上海，马上就会占领南京的，你知道这个后果吗？我干。今天晚上12点你值夜班，到时候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做的。来，哎，志博，今天你也喝了不少啊！哟，来，喝上了，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？我跟你，这杯还没喝完呢。一个大男人说话，干嘛总藏着掖着？行了，别闹了，我有件事情要跟大家说一下。今天我和高寒一出战，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。谁呀？酒井美惠子。虽然就那么一眼，但是我感觉没有看错，就是她。酒井美惠子这时候来南京，说明日军很快就要对南京动手了。按照军事常规，战前的军事侦察不该由特高课来执行啊。那他来南京干什么？
你们说酒井的出现会不会与竹内云子的即将审判有关？不排除这个可能。按照国际法，战时的间谍罪是要判处死刑的。可是竹内云子这朵土肥原先二精心浇灌的间谍之花，日本人能让他这么快就凋谢啊？我觉得这个情况应该尽快的通报给有关部门。我已经对老于说了。小王，是我。啊，这么早就来了。晚上跟老婆吵了一架，心烦呐。心烦谁不心烦？上海都给占了，南京啊，看来也快了。你早点回去吧。啊，这就交给你了。好，私人可靠，今晚12点不会来接你。走，快跟我走，走啊，快走啊，快点。快！报告长官，一切正常。加强对10号监舍的看守，派双岗。是。什么人？是我，老赵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老婆不是病了吗？我给小王替个班。老赵，你怎么了？我冷得不行。你后面是谁？叫他出来，要不我开枪了啊！哪里打枪？好像是监狱那边。快！Yeah!
们都在吧？这么晚了才来，准没好事。哎，何副官，我真的有急事。哎，我累坏了，麻烦给我倒一杯水。哎，老爷，这么晚你怎么来了啊？我正做好梦呢。我这里可成噩梦了。老于，你怎么来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少校，你的预感是对的，我们迟了一步，住那云子越狱了。啊？嗯。啊。什么时间？就在不久前。老于，你们军统是干什么吃的啊？这么重要的犯人竟然越狱了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戴老板为此气得吐血，发誓要这个女人的脑袋，所以我就急急忙忙地赶过来了。老于，以后你们军统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再管啊，你也别再来烦我。少校，据我们分析，朱内云子肯定是向上海方向转移了，甚至极有可能秘密藏进了法租界，也许就在你们身边。如果这个女人不出，日后对你们也会造成危险。老于，我告诉你，你还少威胁我们，老子不吃你这一套。马玉飞，老于是咱们的朋友，你说话客气点。这活我们不干。我说的是实话，上次为了抓他，你们也都暴露了。上海滩不算大，法租界也不是绝对的安全，你们看着办吧。哟，好英俊的男人呀，我都心动了。你存在我那里的东西给你带来了。这么久了，也许该发霉了吧？天晴拿出去晒晒不就行了？东西发霉了可以晒一晒，可人的心一旦发霉，仅有阳光是不够的。是吗？看样子你是在这住腻了。何坚，你安静点，我看书呢啊。你说这叫哪门子事儿啊？啊，整天在屋里猫着，究竟是我们在找竹内云子，还是竹内云子在找我们？欲速则不达，别急啊。我能不急吗？我从大狱里出来是来干活的，不是像你这样在屋里看书做学问的。哎，别说啊，咱们和竹内云子的周旋还真像是做文章。古人做文章讲究凤头猪肚豹尾，你看啊，咱们在春天里识破它是凤头，在夏天里抓它是猪肚，那么豹尾嘛，就是在秋天里除掉它。听见没有？听起来倒挺振奋人心的，可怎么除啊？这就得靠我们的本事了。据老于提供的情报，竹内云子可能就隐藏在法租界，也许还在我们身边。就算是吧，可
可法租界这么大，谁知道这个女人究竟躲在哪间屋子里？即使是躲，也不会和外界没有联系。这才是我们眼下要认真研究的。这咖啡闻起来不错，是盛大牌的，我只喝这个牌子。你这个人倒很会享受。长官，你什么时候请我去国际饭店吃西餐呀？这可是你给我许的愿。现在你哪儿也不能去，只能待在这里。那不是和做监狱一样吗？有这样豪华的监狱吗？可是我还没有忘记，我是个女人。女人就像这温室里的寂寞花朵，老是见不到阳光雨露，很快就会凋谢的。不行，这是命令。你好，啊，你好，两瓶圣代牌的咖啡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好的，就坐这里吧。我需要找到这个女人。后面下，好好想。我会留意的。这个女人，我并不陌生。嗯。战前，我在东京见过她，也是在咖啡馆里，只不过不知道她就是竹内。那就拜托了，中西兵。你们也要注意，酒井那些人一直在找你们。沉重的话题，我们听点曲子吧。啊！混蛋！这里不是宪兵队，能听这样的曲子吗？不就是巡捕房和几个红头阿三吗？你是不是活腻了？你是不是想把那些正在处心积虑找你的人引到这边，再让你的血和脑浆弄脏这间漂亮的屋子？下一次可就轮不到我救你了。在南京与你纠缠的男人是他吗？作为一名职业间谍，我要你永远记住一句话：你的敌人就在你身边，只是你看不见。你们这儿怎么也有这种咖啡啊？哦，这儿只有我们一家有。怎么了？我想起来了，那个女人对咖啡很挑剔，她只喝一种牌子的咖啡，就是这种。圣代牌，中西平提供的情况很重要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在这附近的几家咖啡馆里轮流蹲守。谢谢。新闻报完。
哎，看申报新闻吧，这位先。我现在发现你的性子比我还急。那要看什么事儿了？有些事情真的不能怪我。行了，这种场合我们能谈点别的吗？请慢。请稍等，四十块。好，谢谢，欢迎再来。好。漂洋过海，我悄悄上路，消失在迷幻的羊肠。这一片霓虹披在身上，化作迷彩妆。天亮之前，我屏住呼吸，埋伏在敌人的心脏。亲爱的人啊，请不要悲伤，临别时来不及儿女情长，让那万家灯火的暗香转告你此行的真相。亲爱的人啊，请不要悲伤，露出笑容为我装胆量，朝着仇恨路过的方向悄悄地打出背后一枪。漂洋过海，我悄悄上路，消失在迷幻的羊肠。亲爱的人啊，请不要悲伤，临别时来不及儿女情长，让那万家灯火的暗香转告你死心的真相。亲爱的人啊，请不要悲伤，露出笑容为我装胆量，朝着仇恨路过的方向悄悄的天快蒙蒙亮。迎接上阳光就要唤醒
梦想。